二殿下优柔寡断，全然不是陈延义的对手。只有除掉陈延义，二殿下才有机会入主东宫。可此番，臣被你给破坏了。你要想杀了陈延义，尽管动手，但我不允许你判韩师爷。韩家本就是中立，他与此事并没有关系，不该成为你们争权夺利的牺牲品。我真不明白韩师爷到底给你吃了什么迷魂汤了，让你连家族的安危都不顾。 上次我传去青州的消息，也是被你拦下的，这才失去了先机。给我灌迷魂汤，他又怎会看上我这个奸相之子？奸相，在你眼里，你爹就是奸贼。崩溃若再敢对韩十一出手，我便立誓杀了他。要不如你也下令。 让他先杀了我！逆子！成者，物之忠实，不成物。放肆！两个学子光天化日的打情骂俏！不是。 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打情骂俏了？韩十一啊，你带坏学风，你给我出去！是。你这是为何？殿下看不出来吗？罚站。为何？你告诉我，我帮你求情去。无妨，一点小事。 殿下，快进去吧。五皇子收留你，不过是看你可怜罢了。就凭你的身份，也配攀附他吗？我跟表哥自小一起长大，说青梅竹马也不为过。我看，你才是意欲攀附他的那个吧？你敢打我？哼，我打你又怎样？不知廉耻的妖精！啊！你给我站住！放开我！